子恒宇宙终于，哇！这是我一生以来见过最长的一组组合，一整天四集都他们了，嗯，没话聊了呀。但是今天还是要来宣传一下这个新戏嘛，对，什么时候上呢？6月19号在八大综合台上，然后几点？优酷。几点？应该是8点吧。对，8点。应该是。首播什么戏呢？《终极三国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聊一下成为好妈吉的一些小事情啊。你是好妈吉吗？谁是好妈吉啊？你是会关系好吗？你是关系好。凑人数，凑人数，可是韦静跟子彤，你们是从第一代 special 都就认识到现在。但我们前面真的好，其实算不熟，不是？对，我们团体还不熟。怎么可能？前面一开始没有到熟，要常常一起很孤僻练舞什么的呢？就一收工就直接掰啊，对，不会多余的联络。上台表演的时候呢，一起访问都。啊，因为人可是也没有不好啊，因为人多，因为有些人站这边，有些人站最后面，最不熟，相处不到这样子，相处不到，对，哦，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熟？拍戏是从就渐渐的了，对，渐渐慢慢循序渐进。你们算同一个小圈圈的吗？我们整个团体就是一个大圈圈。豆豆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多表情，丑哎，豆豆丑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是宇宙刚刚加入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加入。就是意思说呢，因为前面录了好几集，然后我是最中场的加入者。哦，在里面演的是什么？我演戏外的，我是他的团员。对，哦，戏外没有演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今天帮他们，我们是团员啦，宣传。哦，来宣传。对对对。但你们跟宇宙熟吗？不熟啊。熟吗？我跟他还蛮熟的啦，有唱过几次歌，就是明星好妈鸡，对对，换一下。其实应该像这样子，其实应该像这样子。我说，所以子虹，你跟他比较不熟。我们那是三次见面，讲过超过10句话。这个单元是不成立的，姐姐们。我觉得很难硬入。有了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装一下。可是他们私底下有相约去唱歌。两个人。没有，两个人就不嗨了，头好痛啊，都不用揪啊。怎么说呢？头好痛，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不揪他们？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前面的局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就一起说。他们一开始真的排挤我们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没有，你们两个自己没有去唱，你们自己有揪过我们吧？没有，我们如果有揪的话，就大家都在。没有。哦，你们两个也会约其他朋友一起去唱歌这样？没有，我没有约唱歌。我们没有约唱歌。那上次宿舍遇到的是。啊，开两包什么意思？有去吃饭吗？有啦有啦，可是有一群，然后他们是一群人这样子。对。哦，所以他们两个是有在培养是吗？没有，他们不可能啦，所以他们是不可能，不行啦。培养谁？不行，公司会骂。我的公司禁止团员跟其他团员在一起。对，跟外面可以，但公司人不可以。跟外面可以，是不是？好难看那个。团体与团体不行啊。如果很正的团体呢？我们公司有很正的团体吗？没有，我说如果是团体很正，超正，每个都你们天菜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公司的团体与自己公司的团体不行。对，可是那个团体超正，就等他退团。可是就没有啊，如果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偷偷来应该可以偷偷来，不要让老板知道。反正胖哥应该不会看这一集。好多怪声音的你们。然后脸还要休息。好了，那虽然好像感觉不太熟，我们还是要考验一下默契，可以吗？默契，对啊，都不熟，默契 OK 吗？熟了，等一下可能录不下去哦。录不下去了啦，我们先进行好妈级认证。好的，今天所有的来宾们，他们都各自准备了属于自己的一项物品，然后又要让其他人来猜到底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，看看你们了不了解对方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桌子上。就有一个礼物，好难哦！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打开，3、2、1。哇！Oh my god！ 那一定是防伪镜啊！
你想一下，数码宝贝、神奇宝贝，为什么你都知道？如果是自己的就写我的，啊，如果不是就猜别人的，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答案啦。来，三二一，谁的？请看。哦耶！哦，是真的，是我信的。啊，随便猜。你写错了，我写关羽，没有啦。我觉得是你的，我以为是你是这个字吧，对吧？对啊。但你刚刚不是说是那个？对啊，我不是听你们的话。我想说混淆一下他们，结果。结果你猜错输了啊！忘记告诉你们，最输的要惩罚哦。啊？垫笔哦。惩罚什么呢？垫笔或者是暗气球爆炸，看你们比较怕哪一个。OK。垫笔、暗气球爆炸，都很恐怖哎。所以我猜错了。好，马上马上自信爆炸，或者是用手捏你脸。哇，你捏爆了你的，谁捏我？不知道，派一个人去把你捏。冷静吧，不是派你，那让公平的。我捏气球。捏气球啊，捏气球。捏气球。捏气球很可怕。都放在桌上吧。捏气球哪会可怕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怕气球啊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可以。他怕电。所以捏爆了。捏爆，你不要吓我，我不会吓你。好烂哦！不管了，下一题开始。哇哦，下一题开始就垫笔了。哦 ，OK。为了游戏，游戏要好玩嘛。换礼物，换礼物，换礼物。来来来，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。当当。哦，手链。猜的不好。很好猜哦。来，请写下答案。有一点民俗风格，我不会买。为什么？这个我不会，可能自己串的。自己串的，应该是那个了。来，三二一，起开！宇宙，宇宙，宇宙！为什么不会买？为什么不会？这不是我的风格，我的风格。那这个是朋友送的啦。朋友，男的女的？男生，男生。没有，你是男生？不是啦，对，你秒错，不错的。哎，那是腮红彩，有点。你真的念？没有啦，就是，哎，对对，那是一个追求者，追求者，没有啊，以前的那个大学时期的，你还留着到现在？对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心意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把它戴到烂了，你看，我就是已经球球溜溜球球这样。接受他的追求吗？没有。那你这样每天戴，他不是很开心吗？他不就会？可是他也交女朋友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。哦，对啊。那为什么后来没有追到你？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，这个可能没有爱情的部分，有没有？因为这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住法，他是原住民，对，他有一些他是哪一组啊？原住民的，他哪一组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宜兰，然后他去拜访一个部落，然后就是他没有做，可能事业。外景主持人，外景主持人，好啦，拜访一个部落嘞。对对对，好好猜啊，你是怎样？恭喜答对啦！来，下一个礼物不用惩罚了，来，请把那个白板擦好。看这个大的好了。好大型哦！三二一，哦哦哦！好，可以看图案吗？白色的啊，这太明显了，这个太明显了，明显。猜错了，我都猜错了，拍戏真的是危险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请开，宇宙，我的韩中宇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韩中宇什么时候都猜错了？我猜过，他对，我猜对，我要。Oh my god！ 你猜谁？我猜你。我也猜你。好，宇宙呢跟紫红呢答错了，现在要被捏脸脸，是？我捏他们吗？是捏脸脸对不对？就是捏，把它弄成鬼脸。哦。啊，这样撞会不会那个？对啊，有点好意思。老板这样，伟静你捏他，你捏他的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了，你先，伟静你先。我可以啊。哎，如果来真的话，你生气？会啊。让他生气。假装很大力，但是其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种。你要从面向镜头，面向镜头啊！没有洗手吗？我已经。对啊。很丑的。一号机。好，很丑的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严重，严重，哦哦。好丑啊！好丑。你要一次用两次。好，你有想说再撑大一点呢？哎，终于换你，你应该不会这么狠吧？韩终于，我真的不要胖，基本款。师兄哎，还好拍戏五个月的师兄哎。哎呦，准备二三二一，开始。遮住，怎么了？遮住了，遮住，连遮住了。遮住。哦，这样子，坐。眼睛张大，眼睛张大。哎，这眼睛张大。下一个。啊，看一下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
么？是运动啊？磨粉膏？鞋油？鞋油？鞋油？还是这什么？这是什么保养品？啊，那个保湿的啦。好，请猜他是谁的？应该很爱漂亮，皮肤应该不错，肌肤。好难猜哦，这个。大家都有在保养吧？三二一，请开。谁的？啊，你猜了，李鹏的。好，伟静猜错了，有终于猜错了。对，其他人都答对。这是什么？紫红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护唇膏，这护唇膏。护唇膏，对，不是什么，就是保湿什么的。没有，它是护唇膏。那你刚才说鞋油是怎样？我想混淆一下，鞋油嘞。对呀，因为这个东西呢是紫红的，所以你可以做鬼脸。完了，我失恋了。哇，你可以报仇了。完了。你刚刚那个超烂的。你再弄一波了。弄就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请开始。蛮可爱的，我刚刚自己做好了。你挑衅我！你挑衅我！哇！你两个不要再说。脸好像不论怎样都好可爱。对啊。哎，所以我的脸怎么？天生你。所以你刚才意思，因为他是可爱型的，你不是。我刚刚应该是被掰的太夸张了。知性，我也是想要知性的。知性。是想要知性的。来，下一个礼物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太明显。这个好像泰国的，这个太明显。这个只要爱吸的人都会一直戴在身上。阿北会吸。等一下哦。阿北爱吸这个。阿北爱吸。而且很多会把这个直接捅进那个鼻孔里，这样插着。还问你要不要男朋友？共用的。拿出来。哎玉，来，请公布答案。开。请开。我不知道，你有在吸吗？你在干嘛？他长期在吸这个，没有长期，没有。真的讲的好像非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啊？没有，就是那个醒脑，醒脑精神。所以你没有吸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吸，他不吸，没有没有，他不喜欢吸这个。好，那所以谁答错？女生答错一样，来交换，换你去弄那个宇宙。哦，弄宇宙。对，韦静弄你嘛。对，弄他。好，韦静先。感觉宇宙就随便弄就会。随便弄，随便弄，随便弄，随便吃。好，来。好，请。请开始。宇宙是。好，等一下。他长得好像小孩哦。我怎么把头都弯掉？好可爱。会不会很痛？我为什么还是很真的？我觉得我的头好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的脸很像六岁。对，为什么？你现在几岁？三十。潮男嘛，是潮男。我有潮男的感觉，潮男，潮男。潮男的几岁？哦，然后呢？知道吗？超尴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熟就不熟就可以看，对，不熟就很大，把假睫毛，假睫毛，头发弄乱，头发弄乱就好了。用假睫毛，假睫毛这么短，自信嘛，对，自信嘛，好容易走，好好玩哦，好容易走，超聪明，还有。最后哈，来看看是什么，超容易走哎，哦，妈天。这来，等一下哦。哦，这个好简单哦。这好简单。小小的，我手都觉得很简单啊。请作答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开。韦静，又是你啦！干嘛？你看你拍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坏掉了啦，所以不是。我记得你有一个，不是吗？但是我坏掉了。你带来干嘛？是韦静，你看得到他吗 ？OK 啊，你拿很常戴啊，我不常戴啊。对啊，而且他有类似的，所以又混淆一波。你这很坏哎！哇，帅哦！我自己吃完就是。姐还好，我自己。你超不常戴的脸，哎。适合戴眼镜脸，来，我们惩罚。惩罚，谁输了？宇宙。他。来，谁要弄？我们一起弄好不好？对。什么题？最后一题的。最后一题的啦。好吧，给那个。反正我都已经 OK 了。我弄哦。很俗。最炸的，最炸的，最炸的，最炸的。把脸炸掉，把脸炸掉。这样的吗 ？Oh my god！ 有，你怎样放手？你怎样放手？考验，等一下我们会出题目，就说念
出一个状况，你们两位要同时比出动作，如果一样的动作的话，就算过关。比方说，对，超人三二一，比。这样算吗？这样应该这样算吗？超人怎么分？可是都是右手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样 OK 的啊，这样 OK 的，好，太贵了，你还好吗？没有，很过敏，没事没事。来，准备了，第一道题，少林功夫，三二一，比，好，请开。哇，你老师错了。你在干嘛、啊？这是什么功？这是什么功？这是基本的那个。你那是帝王功，好不好？你在干嘛、啊？可是这个少林足球，少林大师兄他们就这样啊。对啊，真的当那个少林足球没有人这样子。警官。第二题。人瑞婆婆。人瑞婆婆什么啊？人瑞婆婆是高，就是高龄的高龄的奶奶。高龄奶奶。哦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三，请开。那个终于你干嘛？干什么呢？好，警官，还是没分数哦，加油了！准备，台客把妹，三二一。好，请开。这有吗？姿态一样啊，我们姿态一样，对吧？对吧？去吧，去吧，严格了，去吧，太严格了吧？台客，可以这样算吗？这样算吗？算。算了，你们上姿态都这样子，啊，对啊，警官，三七步都一样，蛮难的，蛮难。瑜伽姿势，三二一。等一下，瑜伽姿势你想清楚哦，瑜伽姿势哦，瑜伽姿势啊。请开。OK。这是禅修，灵修哎。瑜伽初期是这样子，真的对，是你要，你有学过？那跟，这真的啦，跟谁？真的啦，真的啦，跟谁？谁有学？这样子、啊，跟谁学？你怎么知道？以前有在学校那个，是不是啊，小兰，好，我错，我错，非常明显的错，请关。最后一题、哦，好难哦，请好好把握。一分哦。不良少年，三二一。不良哦。你们真的只有答对一题而已。我里面是有放枪的，我跟你讲。我烟直接拿在手上。你那个比较像流氓啊，流氓才会这样。一线之隔啦。好，就一分。一分。来换女生，对手就换。首先，国际名模，三二一。国际名模，好，站好。三二一，请开。戒指啊！哪有戒指？还是公刊？那个是周刊后面几页，就是那种啊，十八岁介绍封面是不是？对啊，你没看之前有一个韩国女生走心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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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这个看到哎，好，请问答错答错，输了垫笔哦。坐坐少女，三二一，太难太难，坐坐。好，三二一，请开。手不一样，手不一样，但那个架构是对的。架构一样啊，架构一样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过关，得了一分了，得了一分了。我们属于做做做。警官，可以可以，怎么可能？来，怎么可能？准备，肌肉猛男，三二一。他们好简单，好，好，三二一，请开。哎哎哎，架构一样，笑的部分不齐，笑的部分不齐，笑的部分不
秀的部分不同，但其实他们这是总比你们那个一个高低，总比高低。真的，刚刚超了一个将，一个将是合理的过的，对吧？好 ，OK， 对的，两分哦。说这个好，然后你们要被电笔了，两位。对，来，请关团呢。好，下一题是有神快拜，三二一。好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来，三二一，请开。架构一样，架构。不是，你要有快的感觉，是就是那种对。可是我刚刚是这样。这样算没关系啊，让他们来。好了，已经赢了。已经赢了。好，最后一题。行尸走肉。那我会选择走肉。啊，行尸走鱼肉。啊。这什么？你干嘛？好，请开。架构是一样，加内堂啦，加那个戏也架构一样。你干嘛手这样？手这样？因为那个啊，失速列车人，对啊，对啊，不一样，跟你不一样。好，但是你们女生还是赢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，谢谢。架构都翻不过了。接受惩罚，男生，请按电笔。好烦哦！你现在跟这个好像睡不去，这真的很痛。不是因为它就是会很恐，这只很恐怖，很恐怖，这只真的假的？很有电，那你要电一下，你要电。要真的下去哦！好了，好，停下啦！你真的下去哦！哦猪，哦猪！有，真的电哦！不能这样骗我！有，我真的有啊！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没有哎，我很下去，我很下去，这样咣这样子，那我等一下这样大力的，好。好，你们真的很好说话，就是蹦这样好。对。这样不行，你要定，你不能这样晃，我要定拇指动就好了，你不要整只手动。哦，真的有啦！电到我电三次，真的很难 take。傻瓜，你要定住，不能这样晃，他们不好带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定住这样子啊！可怜啊！对啊，小不能说。老婆，看到老婆。大宝，你有吗？有压吗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有啦，有啦。你对观众就说没压了。不要，哎，你来，你彪悍是本身的体质。没有，真的电到彪悍哎。汗已经流下来了，换他。莫言的汗已经夸张，中间流下来，好猖狂的汗。这真的蛮烦的，是真的。这个很恐怖，这个很烦。定住，这样导播比较好带，这样不能这样，这样这样。你要打下去。那如果我定个两秒，他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。我如果定个两秒，让他按，好不好？不可能定三秒。三哎，他唱三秒接受。三秒，要不要？因为我没按过。那我按三秒，你按两秒就好了。好哇，成交哇！为什么我要被定过？好精彩！好了好了，不然我没玩过哦。外卡三秒，加油！三秒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哎，加油！快了，我们第二次见面而已，第三次，第三次，宿舍那算一次。所以，哑巴呢？我那时候没有认出你。是你，是你。灯光还，就是两秒哦，压到底。好好，来了来了，耳膜 OK。来，二三。传，好，希望我已经有点疲乏了，肌肉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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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在拷问区的两位艺人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。好，如果两位的回答，在座的评审团进来了很多人哈，他们不满意的话，两位被捆绑的少女就要接受气球爆破的惩罚。哦，那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不满意。等一下是你们哦，等一下是你们。啊，对，等一下是我。来，请问 Special 团员当中，
觉得谁的存在感很低？谁？你说吧，你说吧。应该是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应该是伊恩吧。哇！为什么？因为他年纪最小，然后每次上节目都会，因为年纪最小，他就要站在最边边这样子。对啊，他不太讲话。对对对。一叫一 Q 他讲话就哎哎哎哎。害羞。哦，所以他是有根据的。对啊。子红觉得呢？这样子讲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吧，好像也是。哎，也有戏剧作品吗？有啊，他有拍，但是也有拍。对对对，哦，马超。好，满不满意？我不满意，但你讲谁？你讲。哎，不行，我不满意什么？我现在一般来说气球还很小，满意。好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真的好犀利。下一题，因为两位都有姐姐，请问，如果有一天对方成为你的姐夫，几乎啊，应该这么说。好。如果有一天你回家打开你姐的房门，看到她在你姐的房间，在床上干嘛？你在床上了，两个人抱在床上这样。对，然后哎，弟你回来了，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反应是，我说你在干嘛？等等，你说看不出来吗？哎，不要闹了啦！好，如果今天是你呢？你姐姐房间打开门是她带你跟你姐姐接吻。接吻，等一下，有考虑我的感受。你姐姐房间打开门是她带你跟你姐姐接吻。接吻，等一下，有考虑我的感受。他们如果已经在接吻了，我就不打扰他们。两个人裸体在床上睡觉，这样，然后盖棉被，这样。哦，这样你会接受吗？我应该不能接受。那你会当下的反应？我当下可能不会有什么反应，但是我一定会很赖他或者干嘛。赖呀！在客厅赖他，在房间这样。对啊。还用语音有没有？哎，你用那我姐的。因为他们都已经干嘛了，我干嘛在现场骂他们？我也不是我姐的什么情人啊什么的。那你姐说真心相爱，你会接受吗？我没有办法接受。你要聊多久？我可能会说。先别按啊，先别按啊，我们在讨论啊。真的是，你们是怎么开始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录我有大明星，发现你姐姐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就这样子。你干嘛？那不是真的，你在讨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认真的想，走心。你说你不能接受，那你能接受？你的姐姐男朋友是她吗？我姐男朋友是她。你看我。就以后你要叫她姐夫。几乎。我可以不要叫她姐夫吗？就这一点我没有办法过去。但你能接受她可以当你姐男朋友？我 OK 了。真的？是假的？如果真爱的话，我这没有什么挡得住的。哇！对啊，你看人家都 OK， 你就怎么可以不 OK？ 来，出来单挑，出来单挑。很尴尬哎，就是你说你赖他，那你会用骂他的吗？还是我会用询问，就是怎么回事？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我就交往吗？没有，就来一下而已吧。来一下，你玩我姐，那我姐是你姐玩我啊？他被我来房间这么久了，戏很多，满不满意？好，来下一题。请问，如果有一天李安导演找 Special 其中两位演男男恋的电影，你会想跟哪一位演团员演？而且尺度大到有床戏的部分。真枪实弹，真枪实弹，而且是李安的弟弟陈安。你看弟弟怎么姓陈？对啊，表弟。还是黄安？或者是孔安？孔安。来，选谁？你会跟谁？你先回去，你会跟谁？我。一定要李安呢，这么大机会，一定要把握啊！男男恋，好莱坞电影哦。好尴尬哦。片酬差不多。快点想。洪正吧，洪正，洪正，洪正，壮菜，洪正。洪正，洪正，我想就比较 man 啦，我觉得至少可以是接受，就我也不会觉得说哦，真的会怎么样这样子。你干嘛翻白眼？洪正，洪正，满不满意？是啊，洪正很 man 的，满意？你敢说不满意？过关嘞？没有啊 ，yes， 没有题目啦，没有题目了，再聊一下了，再聊一下了，我要换答案。怎么？我换答案，来，我来想一题好了。好，
讨厌他们。嗯，今天这两位发行了三点全漏写真集，一起发行吗？你们只能买一本，好一点。买一个人的。对，你会买谁的？我已经有答案啦、啊。你已经有答案？我一定买林思雨的、啊。为什么？就是笑他。你是，我觉得这答案好好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也会买林思雨。他们两个基本上出写真集就不会什么养眼。三点全漏，三点全一定是糗一波，一定是糗一波，一定是糗一波，一定是更糗，我也凶一波。你说林思雨还比较好，对，还是凶？你看他脸，然后他那个三点全脸，很出戏的脸，见不到。怎样？好怎样？你说林思雨脸，然后再这样。对啊，全漏，满不满意？不满意。哦，为什么？哇哇哇！干嘛啦？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只能拥抱喽。哇哇哇！你干嘛？要好好玩，要很软。哇哇！我这个哇哇哇哇哇！我这个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你要来，我帮你撑，我帮你撑着。头顶出去了，对啊，我头没有办法，你们脸那么小，有一定要出去吗？没有，你刚头都出来了，我操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出来了，怎么那么难啊？好，这个被粘住了啦，穿新的，这么难，不是，这粘住了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来第六题。这题要很快的回答哦，真的。第一印象当中，觉得 LND 的团员谁的心机最重 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都已经这样，你还要问我们这种问题？什么意思？怎样的？我们已经怎样了？都已经不好跑去哪里？所以这样你解散了？没有啦，就很久没有大家一起。对，我们很久没有聚在一起。多久？哦，久了，半年哦，因为我们都各自去。那半年你们会有联络吗？会有群组吗？哦，当然，可能大家都不回啊，传一些，传一些贴图这样子。好敷衍。那谁的心机最重？心机就会搞小团体，或者是说背后说别人那个坏话的。对，方面心机。我们都不玩这个的，都直接说的，真的。No， 我们就一起开会。对啊，那八卦稀里哗啦。是攻击谁？哎，气球已经变这样了。来点啊！第一题，我们是认真的聊，我们想谁？我列逃了我。我们怎样？参赛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就一起讲啊！好了，三，好，不然就是对的，好。一，三，哎，我说不响。来，你们这个是不是有人要看？是不是有想要听？是不是？抢了，喜欢听这种东西。来，三二一。Lucia， 你为什么？他发生了做了什么事？对 ，Lucia， 因为 Lucia 他这个人 ，you know， 他就是 you know， 他就是他就是喜欢就是比较女一点，对，就是比较爱妖娇，对，他比较就是对那一种，就是通常我们这种比较中性的，就是会有事吗？这样对，然后就会念他一下，就是希望我们团走的方向再清晰一点，这样，对啊，不然就是去别的女团，对，他就是比较走妖艳路线，就希望修一下。那时候开会结束之后，感情还是就哭了稀里哗啦。他哭还是你们哭？他们哭，对。然后我就冷冷看这一切。那这有什么好哭的？对，但是对。满不满意？哎，我们不满意。你敢讲？来，下一个，不错。请问，如果有一个单飞的机会找上两位，会选择留下奋斗？还是留下哦，就是还是维持你们 A N D， 还是自己向前途迈进，就接了那个工作哦。一个是留在公司，一个是看到前面往前迈进。哦，我会留着。哎，你会留着？我以为钱有两亿哦，两亿吗？走啊！钱有两亿哦，两亿吗？走啊！那价钱可以谈一下。哦，你呢？对啊，走啊！
你走，你走，我就走。哎，对，我们之前有玩过那种你走我就走那种游戏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之前有被问过类似，我们就说你走我们就走，你留我们就留这样。接下来不准跟你走，谁走大家就会走。他，真的、哦？但公司要留你带出个人专辑。Oh my god！ 然后帮你办个人演唱会，所以你觉得他要走，你也要走吗？哇塞哇塞，我很现实的一面哦。可以，我们会去支持你的。好，那我走。所以你会留还是走？我啊，这很难抉择啦。不过你就搬了一场而已，还搬了一场，那就走啊，就回来，对，回来。全世界巡回。Oh my god！ 跟 Justin Bieber 合唱。我带你们去，飞机票只有你一个人出，我帮他们出，你还没有收入，好可怜。好了，你走啦，我走，等我赚了，我再带你们去。好，谢谢。赚了之后就走下坡了，怎么这么惨？太难了，没有一个成功案例哦。哎，这边问满不满意呢？满不满意？满意啊。满意。请问，如果世界上仅剩十杯酒，哪一位是离你交男友条件最远？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对，这个还好了吧？讲到不想。一夜情，老公、男朋友，我们三个。天哪！直接分类这样，直接分，你要哪一个？天哪！好，宇宙先回答。你先安排，这一定。伟静是不是老公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就感觉就是骗他，我外面在干嘛，他也不会想，他也不知道。天哪，这女人好帅哦！先生，我觉得就他是可以跟我一起待到最后的人。好，你待到最后，空傻了。然后男朋友跟一夜情是不是？对 ，My God， 你要。好了，一夜情人是小猪。为什么？哎，蛮。蛮怎样？追星，你要说什么？感觉蛮新鲜的，蛮新鲜，就是因为没有接触，所以会就是有一个什么一个男神的感觉，对。然后他是男朋友，对对对。那为什么他不能是男朋友？既然新鲜，因为好像抓不到小猪哥的什么，抓不到什么？那个相处抓得到，抓得到，可以。终于。其实我选项跟他一样哎，为什么？真的？那说法呢？说法，伟静是老公嘛，对，就感觉是他比较顾家的那种感觉。OK， 然后还会做家事的那种感觉啦，你会吗？你会做家事？完全不做，我跟你讲，完全不顾家，真的，做家事顾家是我哎，真的。好，那我换你好了，我是最花心的一个。那要怎么办？好，会做家事那要怎么办？对啊，要换吗？就是选项。对，你要换不？那伟静选一，绝对不是那个选项，绝对不是那个选项。伟静选男朋友。好了，没有。OK。那现在老公跟一夜情。哇！老公选，老公选那个小猪。为什么？主任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亚洲舞跟那个没有关系啊，就是我就是我老公谁？亚洲舞，讲出来很厉害。我老公亚洲舞，就跳探戈那种。探戈，也很厉害啊，厉害啊。所以是因为他的地位，对地位，这是好现实，好现实哦。不行，不 OK。为什么他是一夜情？对啊，对，那我什么是一夜情？就剩下的。不还剩，满不满意？刚才那录了，不满意。两个声音，去死！你两个在里面不要出来。我觉得好像也是偷懒的感觉，过来了。真的，这个回答真的很好。这个是应该拿去炸他们。哪位炸他们？所以他们现在要。哇！就只能这样。你会怕气球？我很怕，真的。炸他！我真的很怕，我是真的很怕。为什么？但是那个丰田更怕。丰田很怕啊！丰田超怕的。你这两个不怕，差不多怕吧？我真的很怕。真的吗？在你家拉下去，我就问我而已。啊，你问我呢？我只是在挑逗你啊。我真的怕，真的吗？没有，我就碰碰你而已。啊，对啊，了不起。我碰碰你而已啊。他崩溃，他要崩溃了。为什么？真的不来了？那表情跟丰田可以比耶。好恐怖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。你不怕？我还好。哇。
吃。那你用它。配这个脸。哎，你刚刚有点像汤姆克鲁斯哎。哦。对啊，你不要骗我。一个角度。他刚刚突然间越有点像汤姆克鲁斯，就没事，他喜欢被炸的炸的那种表情。好的，我们的终极三国呢，即将在6月19号起在八大综合台，每天晚上几点？8点，一定要看哦！谢谢四位。好爸爸优胜出席产品代言记者会，会上分享被封为好爸爸的心情。优胜无奈表示：“对啊，就是我总觉得好像其他的爸爸就如果不认识我的话啦，就不太喜欢这个人，就说好啊好啊，就优胜好啊，我都不好啊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妈妈们是想分享，可是听在爸爸们的耳里可能就有点刺耳。其实受访时优胜内心有些焦躁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，其实我现在有点躁郁。怎么说？因为他现在产房。”他现在产房，什么意思？是要生吗？对啊，我早上就把他送过去啊。我早上送去，然后就已经开好几指了。我说好，那个我本来想说要不要违约，我想算不要，就把就是大家都这么认真来这边把事情做好，来把事情做好，然后后面的采访全推掉，我就我要赶快过去。没办法，不行，下次聊，下次聊。好了，那我先让你去好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赶紧结束访问，优胜赶到医院迎接儿子的报道，事后也在网络上晒出全家的幸福照。超可爱动画电影《神偷奶爸三》在台北举办首映会，邀请电影中担任配音的胡瓜王彩华站台。为了预祝票房大卖，彩华姐特地穿这件洋装来寓意，真的是超有心。穿成这样干嘛？怎么想穿这么老？要去预祝我们《神偷奶爸三》嗡嗡来啊！旺旺来，彪彪滑下去。在电影中为坏蛋格鲁配音的胡瓜，现场和本尊相见欢。想不到竟然被王彩华 Q 一起跳地板动作，嘿嘿，不知道会是怎样呢？一起爬下去，胡瓜。我没有带衣服啊，我没有带衣服来换了。我已经一身都汗了。好了，走地嗡嗡来啊。突然间激情摇晃，失去重量，立即反常，因为你想象想象多危机下动作就不能够测得太大，用笔在当作围墙，不用欣赏，这是正常能量释放，当嗅觉刺激大脑被产生不同想象，想让画面变得更营养呀，长长。